活珠子，这个汤可鲜了，一开始我也不敢吃，太快太硬了。这个到家就是熟的，就是这样的就可以吃，然后你们可以放锅里煎呀烤呀，还是说热水烫一下都可以，因为热一下会比较好吃，直接这样吃也可以，但是怕有的人吃凉的会觉得腥。